习题，这个题目的话，基本上除了逻辑里面呢，还会需要用什么？用那个 or 或者是 and 啦，or 或 and。其实，当然理论上呢，这个 or 它是一个所谓的连集，也就是说呢，其中假设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它只要其中一个发生，那这个逻辑就是 true。那 and 的话呢，是刚好又不太一样，它是两个，如果要同时为 true 的时候呢，这个逻辑才是为 true，true 就真了，为真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以这边这个例题来看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综合练习这一题，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呢，这个女生她的体重是45公斤，那她的标准体重是57.4，哎，那应该理论上的是什么？她应该是过。瘦太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增减体重百分比，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距离它的标准体重，它必须要增胖27.6%。OK，要多吃这么多理论上它应该过瘦了，还要啊 OK。那另外一个负的有没有？负的什么意思呢？它的体重是80公斤，可是它的标准体重呢是73.5，那意思就是它需要什么？需要减肥嘛？负的话就是减肥。那基本上呢，我们待会的那个逻辑是按照 J 栏当成是我们逻辑判断的依据那这边有题目啦，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栏位增进体重百分比里面呢，如果超过正负5%的话是不标准，反之是标准。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以这个 J 栏为基准画一个图如果说它是大于5%，有没有？另外一个方向是小于-5%的话，那这两个情况呢，都是所谓什么？这个或这个是属于不标准，那剩下中间的话呢，就是标准。OK，应该可以看得懂这个画的图啦，因为可能因为我用滑鼠来当笔那可是特别注意哦，上面跟下面它会不会有可能有交汇的时候？会不会有交集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吧，因没有一个人是他又过瘦，然后他又过胖，应该没有。所以这个逻辑的话呢，所以题目有提示就是用偶来做，OK。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注解里面，如果我要做出那样的逻辑，第一个用逻辑函数的 if，逻辑函数 if 里面的话呢，那我们的逻辑什么？如果它这个储存格假如是大于5%你就输入5%。第二个逻辑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小于-5%，可是我还有第二个条件，但是问题这个里面是一个格子的话怎么办？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在前面加一个偶尔的叙述，or 前括弧。偶尔前括弧意思说呢，我不止一个条件，我有第二个条件，而且这两个条件呢，基本上是只要其中一个发生的话，那底下这个 true 就要帮我输出为 true 了，反之就是为 false。所以基本上逗点第二个条件，那是什么呢？哎，这个增减体重百分比如果什么，它是小于-5%，OK，第二个条件。当然，未来你可能还有第三个条件，你就继续逗点，继续逗点，OK 啊。如果没有了，就括弧就结束了所以以后的话，如果是连集就加一个 or，如果交集的话呢，你就加一个 and 就可以了OK，那接下来的话，它是为 true 了那我们为 true 的话，当然就是不标准，这个是它应该是过瘦，这个是它过胖，那我们把它输出什么不标准，反之的话呢，哎就是标准OK，那个 if 很贴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移开，前后双引号，按确定之后来看一下来向下填满，那你会发现呢，放开它会自动帮我判断好了。但是呢其实你想说，你这个逻辑假设啦，我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用 or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不用 or，我用 and 可不可以？其实我可以这样也许干脆在旁边这边再拖拉，拖拉顺便按 Ctrl 键，表示什么呢？帮我复制一个工作表，这个工作表把它改一下。如果说我今天我的逻辑
换一个，请各位哈、哦、改一下。如果我不要 or，我要 and 可不可以？哦，啊、其实哦，你如果从刚刚的图来看哦，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这个是不标准不标啊，中间的话呢是标准，所以你可以换个方向。如果我今天要抓的结果啊是什么呢？是那个标准的，那我可以怎么叙述呢？如果它是什么呢？小于等于 5%， 有没有 ？OK， 这一条线。然后呢，并且而且 and 哦哈，大于等于负 5%， 哎，这样子的话呢，它中间不是有个交汇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交汇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的逻辑。那如果说我今天用 and 来做哈，其实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哦。哦，超函数有没有？那我用 if 什么呢？一样这个储存格。好、哦，那如果怎么样？小于再多一个等于哈。好，假设等于也算的话，5%。好、哦，那第二个条件的话，那一样啊，就是如果你用交集的话，记得直接在前面加一个 and。好，前括弧。那第二个条件是逗点，如果它应该是小于等于 5%， 而且哈、哦，所以前面是 and， 大于等于负的 5% 啊，它一定会有个交汇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交集啊，两个地方重叠的地方，那我就怎么样输出标准，反之的话呢就是输出不标准。OK， 那你会发现哈、啊，做出来结果呢，基本上哈、啊，跟刚刚应该是一模一样。好，不标准，哎，按确定，向下填满，有没有？这两个，那你切过来看，哎，居然一模一样。可是你会发现哦，哎，为什么一样？这个用不同的这个逻辑，结果却一样啊？这道理很简，这个我想啊，所以不同的人呢，用不同的逻辑思考，他写出来的结果会一样，但是也许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也许先了解一下我刚刚做的，用 if 跟 or。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把它再拖拉一个，也许这边改成什么呢？改成用 and 的方式哈、哦、来叙述。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